多少嘛，就是如果你把它，哎，左起来，就你看，就不是没洗，这就是，哎，我不知道怎么解释，就是，哼，我不解释了。并不是这样，并不是这样。对啊，说我没洗头也是醉了。还是没头发好看，什么意思？用霸王。露额头，好像显得脑门很大，显得脑袋很大，好看多了，真的。脑门大的话就是。他们有以前不是有人黑吗？说有阴影有什么？额头好看吗？谢谢，去杀了那个叫三七分刘海，哦，谢谢周什么彤，谢谢。我本来想吃饭的，你知道。我什么都很专业，真的，我觉得我在斗鱼，其实我就是想做，就是什么都做，怎么说，就是让大家觉得我是用心的，真的。